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你看谁来了》的节目现场，有请王芳、王维念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红包药酒》，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，欢迎大家！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跟王维念老师的老朋友，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。他的演唱极具感染力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为你光荣，我为你骄傲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他高昂的声音总能点燃舞台。他就是著名歌手郭荣，今日首次以大来宾身份做客《你看谁来了》，将分享哪些最新故事？又会有哪几位好友为他倾情助阵呢？掌声有请著名歌手郭荣。有请大来宾！嗨，亲爱的，哎呀，生日快乐呀！谢谢，刚刚知道他过生日。对呀，这么巧。对，你看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正好来录咱们的这个节目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太幸福了。蓉蓉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者，而且呢，她因为小提琴拉得那么好，所以呢独树一帜。你现在还在东方歌舞团吗？我在这个团已经几十年了，一直就没离开过，我就这样在这个团变老吧。其实那个年代你们进入东方歌舞团真的都是强中手啊，也就是说你十几岁就进团了。我其实是这样，当年呢是刚满13岁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意外的消息，就是一位记者告诉我们，他来采访我们全家的时候告诉我说，从北京来了一个团叫东方歌舞团到成都演出啊。当时呢，因为我们全家人呢，我爸爸带着我妹妹弟弟组成了一个家庭的音乐会，我们几岁就开始在四川各个地方开始演出，所以呢演着演着呢就小有名气，就觉得这是家庭音乐会嘛，在当年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。这个小提琴已经会拉了吧？我从3岁开始学的。你看那时候呢，我爸爸听到这个消息，这个记者叫藏锦，他跟我们说了这个以后，我爸爸就觉得兴奋不行，他就从北京来的多难得，立马就收拾行装，完了贴了个通告说今天晚上我们的演出不演了，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请大家退票。第二天我们就奔到成都，然后记者帮着我们千辛万苦的最后找到了东方歌舞团的这个驻地，然后找到了王坤老师啊。反正这个中间特别的曲折，最终见到了王坤老师。你爸爸是就带你去还是弟弟妹妹都去了？就都跟着我去。但是当时呢，因为我是家里老大嘛，爸爸就觉得说让我的大女儿先试试看能不能让第一让专家指导一下。就是你家老二老三都行？都是这个，都是学小提琴。对，所以当时我又唱歌又拉琴，我估计足足哈，在王坤老师还有其他很多，当时什么远征啊，那个穆玄甫啊，陈方圆什么，他们都在，就在旁边听，一听大概听了我一个人半个多小时，结果就说这个小孩子，我一定要把他留下来，因为他当时他觉得就是这个小孩呢，第一学古典音乐，第二个呢就是。我们家的身世，尤其是我爸爸，他是在农村，然后之后呢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坚毅，然后一直在教学教音乐教小提琴，因为他原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，即便到那个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所以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哈，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太艰苦了。我觉得我能够走到现在，
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受我爸爸的影响。对，常形容我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像一个不倒翁，经历了无数的这种高低起伏，坎坎坷坷，但是他永远都击不倒他，他永远都是乐观豁达，然后就觉得他的心胸就是无限的开阔，无论什么样，有钱没钱，哪怕每天穿着补丁衣服，每天就吃着那个野菜熬的汤，但是他都是乐观的。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受他的一种影响，所以到后来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都会想到他。所以当时遇到王坤老师，我觉得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人生的转折。对，王坤老师，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听到了我爸爸的这些经历，然后再看到当时我学音乐的这种状态。是，所以后来呢，郭荣呢就来到了东方歌舞团。对，一会儿呢我们来看看啊，今天呢大家各位来宾能讲到他的什么故事。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？当然就是那首我自己的代表作《红旗飘飘》。我也特别感恩这两位词曲作者，因为当年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说拿去唱吧。然后我说我想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最早听到的那个版本是这个曲作者李杰唱的，词是乔方写的。李杰当时唱的那个版本呢，我觉得是一个他比较慢板，慢板，对，他那种弹的吉他的那种。但是我呢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歌曲有我的理解，因为每个人对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我就把我改编这首歌的意愿告诉他们。他说你随便改，只要你能够把这首歌它的那种内涵，它的那种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好。最后就变成了现在我的这个版本，然后中间融入了一段我的小提琴，非常激昂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一起来把这首歌呢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。色彩，我一张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像明灯照亮前方的路，当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深情吹向号角。红旗飘呀飘，红旗飘呀飘，腾空的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。红旗飘呀飘，红旗飘呀飘，年轻的心不会衰老。
你要